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海岸之声。那刚刚的这一首歌呢，是大溪地的歌谣。我们透过这首歌呢，把我们台湾原住民跟大溪地之间的距离呢，拉得把它给接近起来了哈。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排湾族的青年，在今年的九月呢，他们组了一个团队前往大溪地的摩瑞亚岛，参加第一届的摩瑞亚的纹身的艺术节。他们把我们台湾的拍刺纹身的文化，还有雕刻，甚至于呢乐舞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呢，跟当地大溪地的人呢做一个交流。不止如此哦，他们还受邀参加了这个波利尼西亚大学，还有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甘普研究站呢，来进行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的一个讲座哈。所以呢，这一群青年呢他们对南岛的外交呢，从这个方面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外交的一个榜样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介绍我们今天参加的几位来宾啊。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拉拉兰部落文化发展协会的总干事，也是我们这一次呢前往大溪地我们的团长哦，我们的萨基努啊，约翰，约翰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有人呢，了解白马布亚的恩的萨基努，格玛奇是拉拉兰们。第二位呢，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排湾族的青年，目前呢，他是在澳洲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哦，一菲叶菲哈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叶一菲，我的台湾族的名字叫苏丽老，我来自北里跟大王部落。OK， 好，非常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我们冰毛国中的乐舞老师范文凯，文凯跟我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我的中文名字叫范文凯，我是来自多良部落。大家好。哇，三位的母语讲得非常好嘞，真的是不容易哦。这太棒了哈。好，那待会呢，他们呢都要跟我们分享这次去大溪地参加这个第一届所谓的摩瑞亚这个岛上的这个纹身的这个艺术节这里面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文化的活动，待会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好，分享之前呢，我们先看一则我们的报道。今年九月，台东及屏东排湾族人组成远走大溪地团队，前往大溪地参与第一届摩瑞亚岛纹身艺术节。团队成员由国内传统拍刺纹身师出举、雕刻艺术家西西勒及泰马里西流域部落青年会成员组成，透过木雕、乐舞及文化讲座，扩充与发出波利尼西亚的对话。然后在这次的纹身艺术节，看到不管是从布置到所有工作团队，到所有各世界各地的刺青师聚集在一起，觉得那个氛围跟互相交流的刺青师们的互相交流很棒。那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一次会有勇气去纹身。在台湾对于纹身来说，其实还是会比较属于负面的观感，但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小孩子他们进去看这个纹身展，然后在这个纹身展里面甚至用画图或是用贴纸来体验纹身，然后这个纹身而且是他们祖先的纹路或是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的纹路，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首次举办的摩瑞亚纹身艺术节，台湾有幸受邀参加，来自台东县新兴村的出举，致力复振纹身文化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从书本发掘、身体力行，然后研究推动。而另外一位雕刻艺术家屏东大社的西西勒，同样用图腾在许多国家连结台湾原住民族与他国的文化，这次同行也献出他首次以椰子树作为雕刻素材的经验。我是这个所有场合里面，我的辈分算是很菜鸟，很菜鸟。那么长的时间呢，我还是很菜鸟，没有办法，我要让我们台湾这个纹身这一块，在整个南岛语系里面能生存。所以说我要很积极的参与每一次的活动。当然对我自己来说，对我自己来说，我的收获也是很多。然后都是传承啊，都是传承。就是不管是做塔兔的，或是做雕刻的，或是不管在部落里面，我觉得都是在做传承。
远走大溪地十五天的行程，走过学校、艺术中心，更走入波利尼西亚岛民的心中，试图用多样的形式建构当地人口中称呼台湾是 Motherland 的形象。用这些经验，也在回国后行购台湾青年在部落内推动文化复振的草图，以及对政府的政策建言。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哈。那刚刚呢，我们在我们的画面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一组台东排湾组的青年呢，到达那个地方，他们总共前前后后去那18天呢。哦，在这个18天的这个文化的交流里面，我相信呢，带来了很多的感想啊，很多的体验啊，很多的感触。然后，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啊，他们三位呢，都是这个13位成员里面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部落的青年的代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里面。好，我想呢，首先可能要请教我们的约翰，你是这次的领队啊，然后呢根据以往的经验，你好像这一次呢已经是前往大溪地已经是第4次了哈。那这次是用远走大溪地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啊去，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好，谢谢主持人哈。其实我自己本身去大溪地的经验，第一次从2012年开始。那这个机缘的连结，其实要从一个摄影师讲起哦。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可是他常年都待在大溪地那边做一些摄影这样。那因为2008、2009年他在台湾办了一个南岛，就是南岛连结的一个摄影展，在史前文化博物馆。那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机缘之后，就连起了这个台湾跟大溪地的关系。我在2012年刚好。其实原本不是我要去，是部落本来一位长辈要去，那因为他临时有事也没有办法去，他就推荐我去了。那推荐去了之后，那时候去感受就非常的深，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因为也在部落里面从事青年文化教育的推动。那其实我在我还只是一般年轻人，就是还没有在领导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样学习，被上面的哥哥这样子带着带出国，然后去延伸视野。所以2012年给我很大的冲击是，有没有可能我自己可以把我所见的，可以带着部落的青年去看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在2012年的南岛文化节，刚好又有一团这个大溪地的这个舞团来到了台湾，那我们就交流就。交流了很多天，这样，那晚上也带他们去部落里面走啊、绕啊，然后去看看部落的东西，这样，那就牵起了一个缘分。那2013年又去，那这一次再去，其实因为最早是我们的文生家秋菊那个海华，他先受邀，那刚好去年有机会，我也有去带团去了大溪地之后。就跟着这个阿提提亚这个协会，的主办这个负责人就聊了一下，说，我希望不只是纹身师来到这里，我希望可以带什么，带更多的人，更广的一些对，带想希望说可以带青年，甚至可以带那个除了纹身之外就是雕刻家，那还有一些乐舞的分享这样。那其实我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当地的那个妈妈她就觉得，很好，很适合，因为可以再激起那个我们从2012年一直延续的那个情感到今年这样子。所以在那样子的他们的允诺之下，其实让我更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回来台湾之后，就开始一直很积极要筹办说这一次的这个远走大溪地的这个活动。所以你们这一次去的，大概刚提到的有雕刻的，有纹身。还有其他人有哪些人？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雕刻纹身之外，就是乐舞。对，乐舞的部分就是邀请到了这个文凯老师。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两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一个就是逸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武龙。那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然后正在攻读在博士学位的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借由他们在这个方面的钻研，可以带更深的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可以分享给当地的人。所以我们的团员从非常专业的纹身雕刻，然后非常专业的人类学家，一直到
专门煮饭的啦，翻译的啦，搞笑的啦，唱歌的啦，各式各样的人全部都在这个团队里。搞笑的举手。有搞笑的，搞笑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吧？没错没错。是是啊，我想哦，可能你被推举过去大溪地，可能跟你的身材有关系啊，跟那边的马上就融合在一起了。这个文斌哥讲到的是一个重点哦，重点哦，对，真的，因为我其实前几年去后，真的当地人都认为我是 local 的，我是当地人哦，就一看到我就跟我讲那个大溪地吧，可是我就远远这样子，真的我就不敢看那边，因为我英文也不太好，然后最后。不得了，还是要回应一下，还是要面对台湾。好，那回到吴凯这边，刚刚有提到乐舞了哈，所以呢，你这次主要是去那里带着台湾族的，还是带着什么样子的一个乐舞去跟他们交流吗？我们这次就是以台东台湾族的歌谣，传统歌谣去当地跟他们分享。嗯哼，你是怎么样子在那里表现你的任务？之前的交流活动可能就是带着学生去跟其他国家的当地的学生或是他们的舞蹈班或是表演班做交流，那表演在台上的时候就会以学生为主，然后这一次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歌谣，然后一起分享我们的古谣，所以我觉得当自己牵起其他伙伴的手一起唱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跟我自己在台下看学生表演的那个感动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这次去等于是领唱者一样，带着团体在唱，因为你就是这个乐舞里面团体里面的佼佼者了。也没有啦，大家都是佼佼者啦。包水饺的多了，谦虚。好，那一飞这次去，刚刚我们的约翰团长也提到啊，您跟那个谁吴龙啊两个人啊是很重要，所以你们这一团去，我看是文武双全的哦，都有呢哈，没有错。所以一飞，你主要的任务是去那里，除了有关联到自己的研究吗？你是做哪一方面的？那我自己是做萨摩亚，还有这个台湾族的这个纹身的研究。那这次因为有了因缘机会，那受到邀请，那就往萨摩亚的这个位置飞到大溪地去，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主要在那边是跟这个哥哥海华，主要是做他的助手，就是帮忙撑那个皮肤这样子。那另外就是翻译的工作，因为外语大概比较可以，那就是哥哥他需要什么沟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来帮他说明这个想要被纹身的人跟哥哥他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思。所以你说你是做那个助理海华，就是我们的纹身师嘛，哈。对。所以他是带着我们台湾的，他是哪一组？他是台湾族。台湾族。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所以当地的人看有没有人要接受纹身这样子啊？是是是。就也是用台湾族的图腾吗？对对，其实那边有相当多的法国人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人，他们都有带回去了台湾族的图文。那其中像有一个年轻的一个也是当地的媒体工作者，她是一位女生，那她自己就被哥哥海华纹上了一个从旧香兰遗址出土的一个图文，那相当久远的一个图文，来去把这样子的故事跟把这样精神留在大溪地。是，我相信纹身的图腾啊，不可能跟我们一模一样了哈。我们可能这里大部分可能用人菱形啦、人头纹啦，那边一定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表现。你的研究里面，不管是萨摩亚或者是大溪地，他们的图腾文化，我们讲的那个纹身的文化，跟我们台湾族差异性在哪里？他们有所谓的什么身份才能够刺吗？还是有怎么样子的功勋才能刺吗？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吗？我就来说一下萨摩亚好了，我对那边比较熟悉。那我待了一些时间，那发现他们的纹身是很特别的，并且它是一个家族的荣耀在里面的。它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去纹身，它是一个家族一起参与，小朋友还有他的父母亲。像我在萨摩亚遇到一个是从澳洲来的，
澳洲裔的一个萨摩亚人，他到了现场去纹身，那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那他们特别的之处是男生在这边腰部、然后一直延伸到这个膝盖以下，大腿双侧这样子是对称的一个图文。萨摩亚他传统的属于男生的纹身是这样子的，所以相当这是代表的荣誉。对，而且他一定要拍刺。拍刺来完成，不可以是用机器。拍刺是就是不用机器，然后是这样子一个一针一针这样子拍下去的。那他们用什么工具？他们有就是像两根这样子的杆子，然后这样子拍，然后上面会有那个连接的那个金属抛弃式的那样子的针头。我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针头，然后来这样子进行。那他们用什么墨吗？他们其实现在是用现代的墨水。OK。他们那边的文化基本上跟我们台湾族算是很接近的了，是哦，很接近，只是可能图腾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当然，光这一点就已经连接到了所谓的南岛民族了，然后，对不对？当然。好，那再回到团长这里，你这一次去让你印象会最深刻，或是说这四次来哈，台湾原住民、南岛民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假定我们用这样子的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到大溪地区，你的感受如何？我们讲南岛语族啦，或者南岛文化哈，其实这个词大概在1899年出现“南岛”这个词啊。可是其实我到了大溪地，我才知道，其实他们不讲南岛，他们不太讲南岛这件事情，他们自己讲波利尼西亚对，就是他们自己波利尼西亚的一个文化圈。那波利尼西亚可能就是从夏威夷啦、萨摩亚，然后大溪地，然后。就有一个三角形的涵盖的岛屿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讲说南岛，我们讲南岛文化，南岛文化其实那个时候会有一点点，好像他们也不太熟悉我们讲所谓这个南岛文化这件事情。不过可以很确认的从语言上面的分类，其实最简单，我们常常讲一到十。我们只要碰到不管是所罗门的、斐济的、萨摩亚的、东加的、大溪地的、夏威夷的，一开始一定是伊达鲁萨一到十先讲完。原来我们有都一样的，共同的啊，就讲熟，立马啊，对，我们也是讲熟。所以其实这一次对我第四次再去，其实反而会有更多的我会有更多的想象，我希望可以在。让更多东西有更深层的交流。那像刚刚我们讲到纹身，其实纹身的形那个几何图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相似。那像我们身上穿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衣服，这一次主要做的衣服。那其实这个里面的图文是各族，台湾原住民有纹身的族群，的图就是你肩带底下的这个，对，就是这件衣服，其实它就是一个台湾，台湾，它就是一个台湾，然后可是就是有一些有排湾族的、卢凯族的，然后塞夏，然后还有泰雅族的一些纹饰的那个纹法都在上面，所以去的时候我们就分享说，其实这个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是就是大概有这些图文，他说当地的那些纹身是对啊，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所以其实。那个连接更快，马上就砰，就好像就两个就面团转在一起，就粘在一起了。所以这一次去，除了真的是透过纹身的交流之后来认识，那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雕刻。对 ，OK。所以在那边的纹身，在我们台湾卢凯，我们有纹手，对不对？有纹手文化。那我们台湾的泰雅族系统的泰鲁格或者是那个赛德克族，他们有连。那他们那边大部分身体在身体身上吗？脸部也有吗？也都有了，也都有。OK，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继续来分享他们这次呢去大溪地这个摩瑞亚岛举行的第一届的纹身艺术节这个活动的内容。
棒哦！文凯，这首歌是你们这次去大溪地带去的一首歌吗？对，这是我们 其中有 唱到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排湾族的古调吗？对，这首歌是来自冰帽部落的聚会歌。哦，聚会歌啊，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看听起来好像很欢乐呢，代表大家好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然后呢，把欢乐的心情把它凝聚起来。那我想呢，这一次在大溪地哈，好像你也在当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训练舞蹈的学校，你好像也有受邀参与他们的训练，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跟你在台湾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台湾族的乐舞方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雷同呢？那在训练的过程，你的感受又是如何？其实我刚进去学校的时候，我是从小朋友从3岁，然后分到5、6岁，他们有分各个年龄层分级这样。那看小朋友练习，他们就是从最基本的舞步去练习，那直到整个集分都看完之后，我们傍晚的时间是跟18岁以上的青年们去一起体验他们的训练。那我自己想象的是，可能他教我们几个舞步，然后跟我们解释那个舞步的意思，可是其实我们真正训练的时候，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他就从最肌耐力训练方式开始，就我们刚开始的可能被操了20分钟，像我们之前在当兵一样被操体能，所以我们本来穿着整身很帅的族服，操完那10分钟开始脱，越脱越少，最后就剩下所谓的肌耐力是特别交互蹲跳、俯卧挺身，哇，真的青蛙跳啊，蹲着走啊，这样。他们的训练舞蹈就是从这样的开始，是吗？对，因为他们的舞蹈比较多的动作都是腿部的，所以他们的肌耐力训练要很扎实。难怪我们看大溪地的他舞者一出来都是那种很健美型的，原来他们最基本功就是要把身体练好，要有耐力这样。哦，是这样哦。好，文凯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好，因为他们的基本舞步就是腿的部分，所以他们一开始肌耐力就是我们平常会做的伏地挺身，那之后就是开始做他们的基本舞步。他们基本舞步就是把腿打开，然后夹紧这样，然后就越来越低，然后就还会再移动，还会再转身，所以撑那个20分钟，脚会非常的酸。哦，对，所以都是在那个半蹲的情况之下去完成那个动作。哦，所以刚刚你提到你去训练，他是从3岁的舞步教你啊？没有啦，我去看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3岁、5岁，可能从口号开始练习。OK。所以这样子的分级是只有舞蹈分级，还是他们的民族教育的课程里面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分级的方式？他们学校有分传统跟古典，那古典的话就是萨克斯风、小提琴，然后传统的话就是他们的大溪地当地的乐舞跟他们的敲击乐器。那他们就是4年会一次大考试，然后就慢慢淘汰。对，所以人员到后面会越来越少。对，所以他们这个学校算是大学的学校吗？还是国高中呢？他们算国高中，所以他们要去考大学的话，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文凭去考相关科系。对，所以你在那里看到他们的传统乐器跟我们台湾的传统乐器有没有差不多类似，都是什么敲击，有没有鼻笛啊，有没有什么之类的？有他们也 有看到他们的鼻笛。哦，他们也有鼻笛。对，只是那跟我们台湾原住民很像咯。我们的鼻笛是直着吹，然后两管，他们的鼻笛是横着吹，所以它的孔，它的吹进那个气的孔是在上面，对，所以他们的方式不一样。哇，所以这个应该是雷同的啦，只是可能制作的方式或是形状，或是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改变的哦。所以在那里都看得到我们台湾原住民跟他们那乐舞方面的连结性嘛，应该是都找得到了哈。OK， 所以你这次去应该很丰富哦，学到他们那边的舞步了，有体验到那个训练基本功的重要性。这样子哦。那我们这次去的成员里面，好像有一位雕刻家到那个地方也驻村哦。那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像他做出来的成品也自赠给当地的协会吗？有，因为其实在一开始本身跟这个主办单位在做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们
他们不想要只聚焦在纹身，那也包含编织、哦、也包含雕刻、嗯、那可能因为主办单位在筹备活动的过程里面，其实可能一直在经费上没有很理想、嗯、所以就变成可能没有那么全面性的邀请所有的那个艺术家来到大溪地做这个创作，到摩利亚岛这个地方做创作。那可是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要求说我希望我可以带台湾的这个雕刻师去到那个地方、嗯、那当然就我觉得对我来讲，或是对对我在想象的事情是，如果有一个属于台湾的东西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连结性会非常的强，不管是未来我们是否会再回去，或是之后是不是还有后人还有机会再去那个地方，哎，我觉得那个亲切感不只是从我们长得很像，或是我们的语言有多像，而是其实我们已经深化到其实我们就像在那边生活的人一样。所以当时做完了那个木雕，我就跟那个木雕师就稍微聊了一下，我希望说可以把这个作品留给这个协会啊 ，TTR 这个协会这样。那其实他也很乐意，他也很乐见。那其实当地这个协会的这个负责人其实一直跟我们承诺说，这个作品因为我们那时只是先暂放在一个岩石柱上，他说之后你们再回来，他已经有他自己的家、哦、他会帮他做一个家放在那个地方，所以雕刻师是我们台湾族的西西勒。西西勒，对。所以他刻的是什么作品吗？啊，他刻的就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女性的雕刻。哦，对，那其实就是台湾族很传统的，对，很传统。然后可能后面那个主要的那个主柱这边就是蛇，就是百步蛇的蛇头，然后再就是女性的一个传统的雕像。对，那大概其实它的形状就是这样。那只不过很特殊的是，他的经验是他没有用过椰子树创作，这是他第一次。所以对他来讲，他也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们再去看他的工作进度，他的那个雕刻刀已经坏掉了好几把。他说没有想到椰子树这么硬，不一样，是很大的一个体验对他来说。对，是。好，除了雕刻之外，这个刚提到的那个纹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有体验吗？自己有这个，因为其实我在2013年自己就有一些体验了、啊。不过那个时候还是用机器的方式，对，时间比较赶。那这一次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所以就再去回头找了当地一个附镇纹身文化第一个做传统排斥的。那刚刚听一菲讲他们的那个这个纹身的那个部位是腰部到大腿的，那可以秀一下吗？其实那刺在哪里啊？其实大溪地的纹身其实一直从脸部到整个身体都有 ，all body 就是全身都有。哦、那正反面、哦、对、哦，那甚至一直到比较私密的属膝部这边，他们都是把它做满。哦，这个是2013年的时候所纹的，对、哦。那当时就埋下了一个，我觉得让我想要再继续跟那个岛屿做连结的一个图文，因为他刺完之后，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Ocean 的 Link， 就是一个透过海洋的连结的一个图案。那其实就像我们在讲说南岛文化的连结，哎，我就觉得就像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一直希望可以带部落青年去看，哦，透过视野的延伸来去再回来反思自己部落在做自身文化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或是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去到了那边，我也才相信什么叫做你拿了这个符号之后他会给你力量。对，因为其实我也觉得，我说刺青不就是刺青吗？他说不是，其实不是。他说当他们选择要刺青的时候，那个图文或是那个方式或是那个刺青的仪式，他会给你力量，会有 mana， 会有灵力在你的身上。我听他这样讲，我发现到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所以你一直有感受到那个灵力。我会有。我其实后我在我跟团员他们分享，我刺青的这个纹身师叫 Prodo。对，那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再让其他的纹身师纹我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可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哦。那个梦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再回头找这个刺青师。因为我找到这个纹身师，比如说好文斌大哥，我找了我说可以请你帮我纹身吗？然后他就看到我身上的图文，他就说这个谁帮你纹的？
梦里面是这样，然后我就说是普罗图，然后这个纹身师就告诉我说，你要再回去找他，因为你身上的图文要怎么样子排列，只有这个人知道。哦，我不知道要怎么写，只有他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回。我那天早上四点就醒来，清晨，在我们休息的地方醒来，我说哇，所以那个就是刚你讲的那个灵力的连接了，是连接到，因为他们当地的人，就很像我们部落可能都有通灵的，是我们讲的那个巫师也好，或是他知道这一方面的，所以他很尊重那个部分了，应该是这样。哇，那你很幸运，很幸运，你已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在您身上，然后呢连接到大溪地给我们台湾，所以这个听两位从乐舞、从雕刻、纹身，这样好像有一点文化上的一种交流了，而且是很深入。那甚至于如果说这个也可以等于是一个民间的外交了，这样子。对啊，那一菲这次好像也是，也受邀了两个大学，就是波利尼西亚大学，就大溪地的波利尼西亚大学跟加州伯克莱大学的，一个研究，一个中心研究站在大溪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受邀这样协助单位，好像也邀请你去那里做一个文化的讲座吗？对。大概内容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机缘？第一次我们是，我跟吴龙会长，我们是两个一起在台上去演讲。那第一次我们是想要设想去让大溪地的这个学生啊，在大学里面的学生，让他们对台湾原住民有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认识。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些PowerPoint， 然后是包含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十六族，那还有一些是关于平埔族群的这样子的一个当代的论述，把它放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的这个议程里面。所以第一场我们主要是想要让这个在座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个台湾原住民族长什么样子，他们的这个样貌是什么，原来台湾原住民是这么的多元。那跟波利尼西亚的这边的族群可能就是他们比较相对单一，比较单纯，可是台湾原住民族它作为一个原乡，它是这么的多元，这么的繁复，然后有不一样的人群在这个小岛里面这样子去生存，然后现在我们却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来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神奇的一个感受。那第二次在这个研究站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讲是我自己主责上台的。那研究的这个要讲的这个内容是专指在讲我们这个台湾族的这个纹身，那这个就是比较聚焦了，因为这个是跟这个纹身博览会是一起的活动，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台湾原住民主要是泛泰雅族群，然后还有我们台湾族的这样子两大支系的这个纹身的传统的样貌是什么，它的文化的意涵是什么，然后经过这个时代的转变之后，有年轻人附赠了，然后也有人他有带回了大溪地的图文回到台湾，然后让他更有了力量，把这个 mana 的力量带回他自己台湾族的部落里面。所以第二次比较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聚焦在刺青的这个议题上面。当你面对那边的，应该都是那边的大学生吧？对，第一场是，也第一场是。对，那台下的反应如何？那边的学生对台湾原住民，或是对你的讲座的内容，他们如何反应？其实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先唱一首歌，就是由文凯老师来带领，然后他们也立即的去回应了我们一首歌。那所以在这个歌曲的这样子把它迸发出来之后，那大家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更能够有更多的感触。那同时有一位女生在座的，她问了一个问题，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关这个台湾族的图文，它是不是跟平民跟贵族有不一样的差别？那我大胆的猜测，它这个大溪地的它的传统文化其实也是有分阶级的。那他问了这个文化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时候，就能够去反映出他们的这个社会背景，传统的社会背景是怎么样子。那再来想要去更了解台湾的这个台湾族，他这个面貌是什么？所以是会有一些连结跟一些共通性在里面的。
我们知道大溪地好像是法属大溪地，所以他们那边讲的都是法语居多。对，他们基本上都是讲法语的。其实他们的处境也跟我们台湾原住民一样，也都是受到不同的政府或是不同的国家这个殖民也好，这种管理也好，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也跟我们台湾原住民在文化上的流失、语言，甚至于主权方面，跟我们台湾原住民有相似之处吗？大溪地他们这个文化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法国这样子的一个治理之下，那现在有比较多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母语的这样子的使用度已经不是这么的高了。那其实我们可以回来想一想，我们这些原住民，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可能有些只会听，那有一些可能听跟讲都已经不是这么的顺畅了。那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会想到自己，我们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好像在两个不一样的遥远的世界，可是我们好像遭遇了相同的问题，过去的这个主权国家的治理，然后现在一直想要把自己所谓的那个文化的精髓把它找回来，其实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共享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也都在做文化复振的工作。是的，跟我们的处境，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或是他们的经验也是我们的经验了，对，可能跟我们的在这个方面是一样，只不过他们远在我们距离几千公里有吧，很远的，超过了一万多了，700公里，一万多，哇，这么远啊。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观点比较不一样的是，可以谈论就是他们波利尼西亚人大概有75%，那15%是欧洲人，10%是华人。对，是他们是这样子的比例的，这样子的人口比例的状态。那相较于台湾是相对的弱势，因为只有2%。那在民族教育来讲，其实他们在学校是每天都有语言课程，都有族语的语言课程这样。那不管你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你都可以选上这个课。对。或者是在某一个年龄，在一个年纪里面，是他是一定都要学习，学习这个语言。对，那他们的文化复振，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的是，其实我们之前团员在聊，我们讲文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在台湾，我们讲文化复振，原住民至少从1980年开始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对，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有办法像夏威夷或是波利尼西亚，或是大溪地人，或是这些萨摩尔人，重新勇敢再拥抱自己的土耳，很难。至少在现在来讲，那个都还算是少数，还没有那么大量。可是，在那边，我们其实很简单的从过海关警察慢慢纹身，海关人员抓着企图犬，脸上就是刺青。那这样子对自己文化的这种拥抱的那种开放程度，我觉得跟台湾比起来，那个是截然不同的环境。了解。那至少这次去看，这些团员们都有非常强烈的视觉的刺激。对。所以我们团长约翰讲的就是，我们到了大溪地之后呢，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当地的原住民性的表现，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甚至于政府机构，团体的这些都看得到，相对我们台湾可能在这方面还要再更加努力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了。OK， 好，我们要再休息一下。那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部落青年们这次呢已经开始有能力出国，到大溪地或是甚至于菲律宾，好像也去过几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开始甚至一次协助当地的青年的组织，互相的互访交流等等之类，那台湾的部落的青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为什么台湾的部落青年要出去到国外？那这样子的一个将来的一些呼应，互相的对应，对我们部落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呢？我们下一节来谈这个，别离开。好，欢迎回到东海岸之声的节目。那我想呢，请教约翰哈，约翰非常有这个宝贵的经验，也是丰富的经验啊。曾经呢到过菲律宾啊，这次呢也到了大溪地。
也都是带领着部落的族人的青年到这两个国家，据我所知道了，也许我忘了遗漏其他的地方。你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能帮我们分享，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部落要带部落的青年到这些国家？那到了这些国家之后，这些青年们回到部落来啊，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思吗？或者是说他们回来之后有改变他们什么，然后更他们更让他们更积极的为部落有想到一些什么使命感之类的吗？分享这一点。那其实台湾原住民大概在2000年开始有一股那个文化复振的一个潮，那当时大家也开始返乡回到部落里面去推动部落的一些文化事务的事情。那2004年去了第一次的这个菲律宾，那时候去参加一个叫 Cordillera 的活动。那这个 Cordillera 日呢，他们是有点是当地的原住民自治组织举行的一个当地的原住民族的一个会议，他们会针对这个自治区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土地议题。或是人权问题，或是土地，或是那个音乐，当地正在发展，或是正在流失，正在面临的问题，这样。那时候就有很大的冲击，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年纪很轻，大概15岁的青年，那个眼神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他自己所发生的故事。他的父母亲因为在内战，就是因为这些族人捍卫自己的权益，然后发生了一些跟官方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他的父母亲双双殉职在那一次的抗争。一个孩子10几岁，告诉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再相信政府了，我们只能用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救自己的国家，救自己的土地。其实那个时候对当时我们参与的这些亲人是一个非常力量的一个冲击。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反思，那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又或者我们现在还是青年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把握住什么？那其实透过这些国际的交流跟参与之后，其实除了是视野的延伸之外，也看看别人正在发生的事情，回想，其实我们很幸福。但我们很幸福呢，可是我们要怎么来把持住部落正在流失的这些东西？我们该怎么样子着手在自己部落的文化或是事物上？其实就是透过出去看。之后再拉回来重新思考，再面对自己。OK，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异曲同工之妙了哈。那你人到达现场，你眼睛看到的，而且你亲耳听到他所遭遇到的，那反省自己所得到的幸福，或是该拥有的、该把握的，我想是沈给你们要表达的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握现在。好，这样好，回到一菲这里哈，你的研究地在萨摩亚在萨摩亚，你研究萨摩亚的纹身的图腾，加上我们台湾原住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研究？那如果说我们回到部落而且你现在是以青年的一个角色来讲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对你自己本身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回到部落来你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使命吗？你怎么看这个？那我自己是排湾族，那我对自己的部落在这10年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转变，还有很多这样的情感在不论是大王贾巴里部落或者是北里鲁巴嘎兹部落，在两个部落里面这样子来来回回带给我很多的养分。那我之所以会去萨摩亚的原因是我想要找到两个地区所共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原本是土地，因为萨摩亚它有80%是冠洗法土地，就是部落里面的这个议会组织它对于这个土地还有非常大的掌控权。那想要回来看台湾原住民在东部的这一块最近这个土地议题是相当火热的。那原本是想要看这样议题，但是发现这个议题它的讨论性，尤其做跨国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我就灵机一动，那纹身也是一个可以把祖灵带在身上，把土地把这样的知识带在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那为什么不可以做呢？那尤其这两个地方又都共享了这样子纹身的这个文化，所以才开启我跟东部原住民的这个纹身的研究，还有萨摩亚的研究。那
出了国，其实今年也是我的留学的第二年而已。其实很多时间我都还在反省，我到底出了国，我学到了些什么，我又怎么样可以带回来？那其实我是一个很常回台湾的留学生，哎呀，很爱家。那我记得我去年七月收获季的这个祭典时期，我才留学四个月，我就跑回台湾了。我在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回到我的原生部落北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座谈会。那个座谈会里面包含了就是我这样子的留学生，还有有一个哥哥他到挪威去比赛，那还有一些是旅外的，那还有包含去菲律宾科蒂雷拉的这样的交流。我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视野，在不一样的时间点，然后去到不一样国家，然后有不一样的经验，把眼睛打开，把我们在台湾的把自己的视野给打开。特别是我们最近是比较希望能够往东边看，我们太平洋有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正式的这个邦交国，还有其他文化很相关的这样子的国家，那都可以把这样子连接在一起，不只是纽西兰、萨摩亚、大溪地、夏威夷各种族群。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是原汉的混血，那其实在这个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很希望是非原住民的朋友一起能够来看。所以我们这一次远走大溪地，在不一样的场合做不一样的分享。那其中我们有到台南这一站，台南的这一站里面的参与的听众观众就几乎不是原住民的。那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让不一样的族群，而且是跨原住民去看见这个刺青它的文化。OK， 好，所以一飞有原住民的身份，然后到南岛的国家做研究，我想这样子反而可以更深切的跟部落结合，跟自己的文化的结合。是哈、哦，是好。那我想呢，就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就可以先从这个文凯这边。你这次去，你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一些画面了，哇、哦，他们跳那个舞，刚刚你也示范了哈、哦。你在那里学的，你所体验的，如果现在你已经回到国内了嘛，如果你到回到学校的话，会不会对你在以后的教学上面会有一些，会有没有什么改变？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一定会啊，因为他们的，因为把传统东西、把传统的文化搬到学院，他们已经有一个一概的一个准则跟一个教学方式，所以也会反省自己的教学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写一套方式，然后以后上课的时候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教学。那从最基本的东西去训练，也是我回来之后很想要从头开始的一件事情。不论是歌谣，学生可能已经唱到有机会出专辑或是比赛有好成绩，但是其实回去部落唱歌的时候还是很常被长辈纠正咬字的部分，所以这到头来也会觉得我们的最初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从头开始慢慢的要求。是，好，那最后留一点时间再给几位结语。那从Sakino这里，我在这里想要透过节目来呼吁，就是公部门对这个方面的支持。其实像民间团队要出门，其实都不是很容易，因为其实去了一趟，那个都是要六七万块的钱，对，那个几乎大家都是要去贷款后才有办法前去。那我觉得未来可以有一个新的思考，是以公部门的角度来去支持更多的部落青年去做这样子这么有意义的这些文化交流的活动。嗯哼 ，OK， 啊，一飞，我想回到那个大哥萨古六这个艺术家，他曾经我跟海华师傅一起到他家做客，然后我们去跟他请教有关这个排湾族的图文。那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说排湾族的这个知识，它是就是一个分享，要分享出去的。这个知识就像种子一样，我们想要让它变成一棵树，想要变成一片森林，我们就要把它分享出去。这是回到我们排湾族最本质的这样子的精髓。那我一直抱持了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放在心中，也带出国外。嗯哼，好，文凯有要补充吗？我一直很深刻，我高中的乐舞老师跟我提醒的一件事情是，创作源于饱学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在
跟着大家一起出国的话，或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国，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根本学习到最扎实，然后让传达最正确的资讯，让大家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看见我们。OK，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他们呢，从大溪地回来，学得满满的回来，非常的满足。到了大溪地，我们不管是到哪一地，都看得到原住民的图腾，甚至呢，他们就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今天台湾原住民虽然是有南岛原乡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但是呢，基于环境还有人口数。反而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远不如大溪地或者是纽西兰的毛利他们把他们的文化呢变成一个非常显明的世界性的一个文化我想呢，这也是我们台湾原住民还有在努力的地方，然后更希望我们的青年呢，把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呢，把它变成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认同，你把文化呢贴在自己的身上，那就是祖先传给我们的。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好，也非常谢谢。